网络就票选了十大网络温度计统计发现，也是网络筛选十大吃到饱好评，在网络温度计就做出了一个排行榜。Daily View 这礼拜站内张广播将近半年以来 ，UBS 民调中心和网络温度计合作，从网络电话不同采样分析民调发现，高雄市长陈菊他的网络关注。梁家辉，哇，他这个是非常公正，非常公正。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号角响起，哇，2016网络温度人气大赏。统神张家涵，其实我还是网络温度计的第一名，就是调查说谁是知名度，我是第一名。在网络就票选了十大网络温度计统计发现，也是网络筛选十大吃到饱好评，在网络温度计就做出了一个排行榜。